是何比，这个是酷比，酷比是摄影师，何比是新闻播报员。雪梨土，超人好厉害！为什么他的奶奶长得像羊妹妹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不是兔子吗？哦，兔子老掉就皱皱吗？送一件法宝，他可以帮助人哦。就是我。嘻嘻，赶快穿起来。他说科科。科科。你赶快穿起来。香江猴兔超人参见，好笑啊！
我会倾听你说话，我会帮你打坏人，我会帮你捡气球，帮助人愉快的一天。明天我要继续带给大家幸福，啊，还要把衣服脱掉才行。他在做梦。